静掉是很难静，你把它转化也是一个佛法。大家想一想，可以想得通。为什么师尊会讲这个财色名食睡都是第一清净？因为本来是不清净的，经过你转化成为修行，就完全变成清净。知道什么是意乐定？意乐定就是色空大定，也就是乐空大定。乐一方面产生快乐，但是你不能迷于这种快乐，你要把它转成空。把这种快乐转成空的时候啊，就进入空境，乐就减少。这个时候乐太少了，只剩下空也不行。那么又要把乐，又要把这种空渐渐的变成乐，乐又转成空，空又转成乐，直到乐空啊完全是一样不分别的，完全是乐空大定的状态之下，叫做意乐定。那现在再跟大家提这个第二点，刚刚我讲那个莲汉上师提到的得到的乐的这个情况，但是你不能太迷于这个，你必须要把心中的光啊显现出来。你心里面的光只要一显现出来，就是进入色界，在别时轮里面就是色界。那么这个色界天怎么显现出来？我告诉大家，当这个着火，持论金刚在莲花上双运的密闭密集灌顶你，你心中的甘露渐渐出，所有的业障渐渐的流到地下，地裂黑色的业障就是地关起，你自己变成十轮金刚的透明的这个甘露，充满你自己的心。这个时候啊，你升起着火来融这个泥，融化这个泥。着火上升的时候啊，会到你的这个千叶莲花眉心轮的地方。这个莲花一开放，里面充满了舍利子跟印度，你印你的宝瓶具，把你的这个舍利跟你的印度推出中，分散到十方，供养十方佛、十方法、十方僧。有这些佛菩萨金刚护法
的心的光很快就可以显出，这个是很特殊的一个。